近日，有网友爆出一组张继科与婴儿的同框图，照片中张继科与孩子友好相处，画面十分的和谐。网友纷纷感慨于陈伟霆和王大陆画风不同。早前有网友爆料称，乒乓名将张继科已结婚生子。爆料者称，张继科的妻子名叫叶瑶，江西人，毕业于江西财经学院。此人还称张继科已经结婚生子，但在接受采访时一直说自己是单身。早前一组张继科参加综艺节目《天天向上》的图片走红，他耿直的性格萌翻了一众网友。节目上，张继科被问及女友问题，他说自己最喜欢像谢娜一样的女孩。会比较注意什么型？什么类型的女孩？南方北方？南方北方其实无所谓，我认为谢娜就非常好。啊！哇，你口味很独特啊，谢娜。